缓缓从山升起，许多民众到阿里山常常早起就是为了看日出，以往都要靠运气，因为气候变化多端，但现在阿里山的日出可以在网络上同步收看。就是希望说让游客在上阿里山的同时，他可以在行前他就可以观看到这些景象，目前游客都是反应都非常喜欢。阿里山日前在网站上架设即时影像功能，24小时不间断的直播，透过高解析镜头，民众不用上山，在家就能看日出。实际比较现场拍摄的日出，跟阿管处设置的高解析镜头画面一样清楚。起床，然后出门去，然后到那边，我们那天没有看到日出，所以就有点难过。那如果有这个现场直播的话，就很方便。坐那么远的车子，还有塞车，啊，一大早又要起来看，啊，如果。又天气不好又看不到，民众知道这个消息后都觉得这个直播很方便，不管是交通上还是天气上，很常不能看到日出和云海，现在在家打开直播，美景就在眼前。记者侯国文、刘一婷加以报道。